打家园精彩，缤纷游戏又前少少嘅，上兵上勇啊，接波啊，超重。第三场1650，哇！今日苦战啊，今日拣啲马又表现得好差好瘀啊，真系想拖嗰几只，想拖两只咁啊，嗰啲脚就表现神勇啊，真系我唔知点啊，真系。嗱呢场，呢就有十只马跑啦，有一二三四五有五只马赢过嘅啊，即系已经有一半马赢过噶啦。咁有三只马初跑谷草初跑此程嗰类啦吓，就系1号、3号、7号捷步嗰啲咁啊，初跑即系初跑啫，唔系唔得啊嘛，系咪？好啦，近績最好嘅就係超翠跑第三，咁呢只馬上次19倍，而家得幾倍？路仔而家係熱門之一啊，5倍，5.4倍，咁呢就超翠之後就輪到啲跑第五嗰扎噶咯喎，即係超翠跑第三，其實。即系再数落去就跑第五嗰啲嘅咯，就即系常拼常勇啊、电讯巴打啊、缤纷游戏同埋呢个捷步嗰啲啊。咁其他啲啊，七七八八啊，有啲十一名都有噶，家应精彩跑十一名。咁就嗱，睇翻啲数字啊，睇翻啲数字啊。上名率最高系5号，唔系2号啊，系2号啊，上次跑第五。上前次跑第一嘅呢只马就0.66啊，上名率就0.33 win 出。咁啊，其实如果一只马咧，你做运动员咁啊，你跑一项赛事咁样啊，有66% 你喺前三名跑翻嚟嘅，仲有三分之一机会你系跑第一嘅，咁你都真系好好噶啦。即系运动员嚟讲，电讯巴打、莫雷拉骑又师傅又好咁啊，即系呢只马系最好，所以成为热门二点几倍又好合理嘅。咁啊，再数落去呢，就系0.5上名率噶咯，就系呢只9号仔嘅咩？哇，9号仔成才喎，扬命论。关于扬命论，第二场跑第四，第一场跑第二咁样啊，好劲喎！呢个扬命论今晚好有手影喎，扬命论成才几多倍啊？好多好冷门啊，九24倍，再数落去就系0.4上名率嘅，即系嗰啲系五号仔啦，五号仔骏力之城啦，五号仔都系冷门嚟嘅，五号仔仲冷27倍，我真系系咪真系咁啊？即系五号仔0.4上名率，0.2 win 出嘅都唔差嘅，咁我再数落去就系。六号啦，六号呢只马叫超翠，就系38% 上名率，就4% win 出啫。咁啊，反而呢个赢5% 上名率16% win 出嘅十号仔呢，就又系几十倍，我真系点搞啊！好啦，有一只初跑谷草嘅一号仔上拼上勇，竟然系热门之一嚟嘅，6.2倍。佢田泰安。一档吓，咁就系咁噶咯，真系啊！嗱，赛绩好嘅就系2号、9号、5号、6号。上次跑第五初跑谷草嘅一号仔长兵常勇咧，就系变咗6倍。咁我拣翻只电讯巴打啦，信阿莫雷拉啦，吓、啊、莫雷拉啦，真系冷门，我觉得系成才嚟嘅九号仔，或者五号嘅骏力之城啲冷门嚟嘅，即系我睇电讯巴打啦，啊如果要买 Q，我反而想拖翻只一，因为上次跑得好，同埋今次上次12倍，今次变咗6倍咁啦。我睇只2号电讯巴打睇点样跑。电讯嘅表现系点啦？后面都仲有电讯火箭啦、电讯超班。
好啦，率先见到排集方面咧，尽力之城，跟住捷步，缤纷游戏搞掂，三元觅路成才顺利。紧接住见到嗰只咧系芙蓉庄啊，上拼上勇，大热门电信巴打临尾得翻24蚊，少少扭计啊！嗰只芙蓉庄摆横咗个身，反而上拼上勇啊乖话，一下入咗啦。跟住轮到芙蓉庄电信巴打超除，最后入闸加应精彩嘅。好啦，时间亦都差不多，交俾闸前。咁买只四档，Q 飞都好疏落啫。四号落咗少少，二号落咗少少，冇咯喎，真系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你见到中间位置加应精彩，相当快啊！响佢外边啊，电信巴打啦，最出黄衫走埋晒，尽力之城内栏第四系成才啊，第五位嘅马仲有缤纷游戏啦，内栏第六咧仲有呢只常拼常勇，后边四匹马超脆啦，尾三位置红帽咧就系嗰匹咧捷步啦，尾依蓝衫诶呢个蓝袖蓝帽嗰只咧就系三元觅路，暂时垫后芙蓉庄啊，转呢个满贯弯嘅时候，前面放头嘅马系嗰只电信巴打噶，外边有啲抢口。咁啊，尽力之城啊，内栏第三就加应精彩啊，再见到第四位系呢只成才啦，第五位咧咁啊，绿色帽嗰只就缤纷游戏，内栏第六常拼常勇啊，后边四只超脆白衫白帽响尾四啊，红帽咧咁啊尾三位置系捷步啦，后边两只三元觅路芙蓉庄咧就粉红衫暂时垫后啊，去到对面直路嘅中尾段啊，前面带头嘅马依然系电信巴打噶，外边位置成才走咗上去啦，第三位嘅马尽力之城守住内栏第四系。加应精彩啊！第五位绿色帽骑紧啊，就缤纷游戏啦，内栏常拼常勇啦，后边四只冇变过，超脆尾四，尾三红帽捷步，后边两只三元觅路暂时包尾，仲系芙蓉庄啊！转紧弯嘅时候啦，电信巴打都轻轻捽紧噶啦，后边噶嘛，沿住内栏跟，有呢只咧就加应精彩啊！中间位置尽力之城攞出去，仲有芙蓉庄啊，再喺入边位置追就系捷步啊！咁啊，大外档系超脆上紧嚟啊，兜到嚟最后200多米啦，电信巴打占先，但系埋边加应精彩逐步上紧嚟。马林中间做个常拼常勇，外边系超脆啊！最后100米，埋边加应精彩，中间电信巴打，出边位置常拼常勇，接近终点第一名，电信巴打。啊！电信巴打又赢咗咯，估只常拼常勇有 Q 喎。如果佢影赢咗潘顿就，哎呀，输咗俾潘顿添。睇唔到啊！我真系睇唔到，我净系睇到只电信巴达出咗头。哎呀，潘顿跑第二啊，应该。潘顿跑第二啊，应该。六号啦，超脆彭国年啊，都好斗得几精彩啊！三大师傅喺前边。几个大热门咁啊，终点前都好似压咗落去先啦吓。呢只电信巴达徐宇石。睇下点跑先，佢影相我谂潘顿影着数啲嘅，好似喺内栏。六号跑第四，超除啊，都系好成绩啲跑喺前边啦，除咗只一号之外。好，你一起步嘅时候啊，咁啊前面快闸嘅马你见到中间位置加应精彩，相当快啊！响佢外边啊，电信巴打啦，最出黄衫走埋晒，尽力之城内栏第四系成才啊！第五位嘅马仲有缤纷游戏啦，内栏第六咧仲有。2316嗰只莫雷拉咧，依轮唔知点解都几中意放头啊！佢依轮吓，即系佢放头代表积极嘅喎，依轮咁啊，大足全程系后尾尾嘅时候有啲马后劲想追佢，但系都后上不及，俾佢赢咗。我哋睇翻只一号仔点跑先。而家呢脚系电信巴打啦，成才喺外档，只嘉应精彩而家守住第四位。咁只嘉应精彩都算好蛊惑噶啦，真系。上次跑第十，今次发难。
咁电信巴打，其实电信巴打可以贴多啲栏嘅，啲假到搬到冇位上啊！其实佢系唔可以咁矛噶，真系呢啲高手嚟噶嘛。咁啊，莫雷拉同潘顿而家喺度斗足咗400米，点知后边嘅一路田泰安上上嚟，唉、哎，如果田泰安跑快少少，我中 Q 嘅真系。破纪录时间添啊！咁犀利啊！而家啊，三大师傅喺前面，好咧。